欢迎大家来到好聊天，欢迎各位，欢迎大家，好久没见大东，耶哈喽大家好，我又回来啦，我是大东王龙城。另外呢，我们大东最近做了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超级适合他。我听到有这个节目的这个创意的时候，我说该不会这个节目就是为汪东城度身定做，甚至是他是不是就是制作人，因为他好爱这些，这也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节目类型。 对我基本上觉得非常荣幸，就是交个朋友。是的，是我们芒果 TV 首创的这个叫做魔丸体验节目，叫交个朋友，我们大家多多支持。好，来，很强，来，很强，哎，来，那就是北极星的眼泪的微笑帕斯达亚。开始原创了吗，哥？好，请回，请回。啊，您好，闹钟叫什么？不会。好，回到错误。刚才真的答对了，你还要说一错。接下来掌声欢迎汪东城。哎呀妈！票数最高的就是我们的汪东城先生。下面我们开启我们的这个验证环节，如果他是卧底将会亮红灯，如果不是卧底将会亮绿灯。来，三二一，哇哇，你居然这样对我，对吧？很厉害哦，你们很厉害。哎，会知道他的那个任务是什么吗？是排在我后面吗？我觉得杨丞琳非常有推理精神，而且观察能力超强，但是因为卧底有两个人，所以一定不是排在谁的后面。对，卧底要排在第二位或第四位，排在第二位偷第一位的销量，排在第四位偷第三位的销量。所以你一直觉得大东排在你后面，其实并不是他跟在你后面偷你的，是因为你永远都第一个冲上去。对啊，三二一，抢答！我什么？哎呀妈，好快！到，只送了两个人分。我并不是要偷你的，我只想偷第一个的。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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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而且最轻，不一定哦，大家看好。不抢，不抢，不抢。二车，二车，不抢，那个字。二车，啊！怎么唱那么长啊？主要是你什么都没唱，只唱了他。我还没练习到后面。好，现在呢？不想，不想，不想。当后世界就没童话。不想，不想，还没有想当。当姻缘永远有朋友傻，没关系，继续。不想，不关你的事，没关系。你往那边去一点。你们就大东已经疯了，大东已经疯了。给我喷。battle battle， 转起来！祝福大家好运。谁是正面迎击？哇，他什么时候喷啊？就这个速度，就这个速度。哇哇，再转一会儿，再转一会儿，再转一会儿。好，准备。他什么时候喷啊？三二一，停。一个，一个。哇，他会渐渐的停。哇，看一下各自的运气如何。哎哎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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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的真。